要拍照的话哈，你们就直接跑上来了哈，我们就这样子拍照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就先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是最近呢，其实也是蛮久没有看到你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忙什么？我最近在忙什么？前些日子就是在过去的3个月，我都在忙着拍，你也可以是天使二。然后之前有是第一个系列嘛，你也可以是天使，所以以后就有郑慧玉啊、林慧玲啊这些，跟他们一起拍戏。所以跟刚刚拍完，刚刚杀青，然后会在11月1号播。11月1号就是晚上播出吗？每一天还是？没有没有，白天。白天啊，当然是晚上啊，晚上9点。我们清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等下我们。非常期待，然后从早上做到晚上9点才播。对，晚上九点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，对。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想要继续目睹我们这个王翔大哥的精湛演技，还不错啦。不过这个你也可以是天使二呢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因为自己在拍的时候呢，都觉得这一次的那个剧情啊，是蛮感人肺腑的啦。然后有很多的所谓的高潮迭起，然后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光，然后很多让你看了觉得很心碎的。不吃东西呀、啊？站在一旁就好了哈。看到了。真的来看我的、啊、，OK 了，来，来给你看。这个就叫近距离的看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是有朋友是特地来看的，对不对？美食都。不要想用了那么香的美食。对，我就觉得你们如果真的要来看的话，我就靠近一点看，然后顺便就跟我拍照，反正我人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, okay, ，就是那么简单。Okay. 啊 ，OK， 来。好。可是哈、哦，你要有机会讲话也是啦哈、哦。我们分大约30秒一张啦哈。30秒，看上可以做最多 pose 的连拍这样子。OK， 谢谢。不是，我就说拍完了一个，给我30秒的时候讲话，然后再拍另外一个。哦，不好意思。要不然的话好奇怪，你们来看我就是看我在那拍照。OK， 刚刚我就说那个你也可以是天使二哈，就跟我相信都是大家都是蛮熟悉的一些新加坡艺人啊，一起合演的。然后其中一个呢，印象非常深刻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阿姐郑慧玉。郑慧玉呢，在这部戏里面呢，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阿姐级的人物啊，因为在里头她就是演我的大姐。不是我的大姐了，而是在工作，因为我们都是护士嘛。大姐大这样子的。哎呀，是。然后这一次。